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若圆 y 一点 a 啦，做两直线哈，交圆于这个 b、c、d、e 四个点 ，ab 等于六，然后 bd 等于四，哦 ，bd 是这个这一段啊 ，bd 是四，然后 ac 等于十二 ，ac 是十二。然后这个 AD 等于8，好，那么他现在问说哈 ，DE 等于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看哈，这两个三角形会相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哈，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，哦，这个角加这个角180，啊，这个角加这个角180，哦，因为那个圆内接四边形的话，那个对角是互补，好。那还有呢，这个是共同的角，所以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。那既然相似的话，所以我就想着说哈，这个 AB 啊 ，AB 是6啦，就是 C 1啦 ，C 1以上的话，就是这个大的三角形的这个角的那个对边哦，比上这一边哦，对应边成比例，比上 BD 是4。它、啊、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的这个大的这个三角形，大的三角形的话，我们取这个角，啊，这个角是12，啊，比上呢这个角，啊，这个角的话就对到这里，啊，对到这里的话也是8，啊，因为这两个角一样，好，那是12的8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哈，2 6 12。所以我就晓得这个 C1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6。